防护就行了。自我的特别是比如说到单位上班戴个口罩是吧，那个勤测一下体温，有问题了及时就医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的。好，非常感谢冯主任，谢谢。当然现在媒体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职责还是要辟谣，比如说今天就拿出一个针对武汉市红十字会，有说第一批这个捐赠的物资到了武汉红十字会还要医院交一笔丰厚的手续费才能领取等等等等，结果今天辟谣了，从未接受上海医疗队捐赠的300套防护服，均不存在任何收费现象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真不能有这样的谣言。另外要多说两句，郭美美真的跟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郭美美已经几个月之前放了，但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还把红十字会关着呢，这一点是不妥。现在人家都在加班做该做的事情，当然他们都会更加信息公开和透明，不是说不敢的问题，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明确的监督鼓励他们。高端红枣，好想你，好想你枣就是好吃。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大师金造，真实年份，通达人生，国台酒，国台新领袖。茅台葡萄酒。杯中有喜悦，心中有世界。拼多多，拼多多，拼得多，闪得多，拼就啊就啊拼多多，每天随时随地。现在打开拼多多 APP， 邀好友抢百元红包，十亿现金发不停。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接壤的赤水河畔，诞生了中国两大酱香白酒，其中一个是青花郎。青花郎，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成功要付出，需相助，读感恩，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中国高端中度白酒国缘，金世缘酒业。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颁奖盛典。远离新型冠状病毒，自我防护需做好，人员密集不要去，走亲访友要减少，戴口罩，常通风，勤洗手，心态，健康平安幸福年。每一个故事都蕴含曾经的坚强和梦想，每一滴泪水都滋养未来的美好和希望。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